2010年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在捷运圆山站附近的花博公园盛大开幕，以各式各样花卉打造出多个主题馆，每一座主题馆都有它想传达的讯息，在展出期间吸引无数民众前往，万人空巷的奇景，电视台的争相报道都令人记忆犹新。目前花博公园已转型为都市公园，包括圆山公园区、美术公园区与新生公园区，提供台北市民一个放松的环境，并将原展览馆规划为活动会场，让深陷水泥丛林的你看见台北市的不同面貌。在这里多的是绿意盎然、生机无限的花草树木，在这里你会发现想要亲近大自然其实很简单。